上面摆个摊赚不到2000块。有些人在标榜可能就是比较它是有机的，可是到底是不是真正有机，其实在就是在自己的心里面。地瓜青农的坚持，不用农药，种出金山好滋味。那就从苗到我们地瓜生成的这整个过程，我们的地瓜都是没有使用化学药物或者是除草剂，然后肥料的部分呢，也属于用有机肥料。穿着白色背心，有黑肌肤，儿子坐在一旁，脸上挂着笑容，面对镜头神情认真。后方一箱箱的地瓜，全是他的辛苦结晶。地瓜它是属于旱作，旱作的话在7、8月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的雨水是最少的时候，所以它地瓜种起来的话特别的漂亮，特别好吃。很多的消费者他跟我讲说，你们青山的地瓜甜，可是它里面还有带一点点的咸，它的味道风味特别的不一样，风味会特别的不一样，因为土壤气候的一个的因素造就这边的一些，而且我们这边的地瓜都以红色为主。谈起自家种的地瓜，老板脸上扬起满足又骄傲的笑容。它会叫苹果地瓜，是因为它的表皮洗干净之后是苹果的那种红，所以它就要取名叫苹果地瓜。不说真的不知道，不止苹果地瓜，就连菱角地瓜都是新推出，地瓜口感推陈出新，让客人吃下去的第一口都是惊喜。你喜不喜欢吃地瓜？话听假崩，如果你没有调好自己的心态的话，其实是会很辛苦的。对啊，那另外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想法，其实要正确嘛，那你的方向也要很清楚，认真做一件事情，让它做到最好，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。换你拉一个啦，一个给你啦。务农10年的汉昌，凡事得亲力亲为，不用对环境有害的农药更是他们的首要坚持。好，刚开始在种接触友善种植，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这一块，其实刚开始其实还蛮辛苦的。我第一次在就是我们晚餐都会在一起吃，那时候我跟我父亲讲说，明年可不可以让我来种地瓜，不要种水稻。他也是大概听听就算了。那我等我第二次再问他的时候，他觉得说，他应该也有感受到我真的想要去改变，他也跟我讲说，你自己种了，我可能没办法去，我没办法帮你，你要自己来。但我当然也用我自己的一个决心来说服我父亲。我的个性跟我父亲也很像啦，真龙康哎，也很怕说被人家看不起，或者是给人家看笑话，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到现在，那初期的时候，其实虽然说他嘴巴说你自己去做，我不会帮你。其实我在初期在刚开始在做的时候，其实他一直都陪在我旁边。这树就很漂亮。务农本身就是靠天吃饭，脚踏实地的打拼，忠实顾客也成了辛勤工作中的最大反馈。在贩售跟消费者在做沟通，其实也会交到很多很忠实的一些客。我有遇到一个在住板桥的一个那个算是已经蛮岁数蛮大的阿姨，她在70几岁，她每年她都会整家子，然后开着9人座就来这边买地瓜。每年，因为我有时候有在跟一些消费者或跟朋友在讲说，其实在务农其实是良心事业，因为外面人怎么做，我们其实真的不晓得。从食物的生产开始把关，踏在金山这一片土地上，靠自己的双手种出美味地瓜，培养出自己的忠实顾客，夫妻同心，靠着地瓜共同撑起了这个家。走了一圈之后，我觉得说很多东西其实都还是在原点里面。其实也真的说，那时候也到最后面，我就认为说，真的，当你的双脚踏在这块土地上面，其实是你最想要去追求的一个东西。突发中心新北市报道。上面摆个摊赚不到2000块。换回青农返乡，政府推创业低利率贷款。
欸，那只狗好乖哦。哎呀，是它的保镖。我的护卫啊。挺着瘦瘦的身子，行走已经有点不方便了。67岁的阿港伯赶在台风来之前，一个人采收水果。没有人帮忙，这个水果，没有采啊。台风来的时候手冻伤。一切都要自己来，因为家中没有年轻力壮的后辈愿意跟着种田。看来养活自己就差不多了啊，老婆孩子啊养不起来了。第一线农民都能点出青年务农困境，就是庞大的经济压力。宜兰花莲的农地大多是荒野蔓草，没有耕作，反倒是出售、出租看板长得还比较蓬勃。至于有理想的青年想当农夫，第一关买地就很难过，因此农委会调降青农的创业贷款利率。优惠利率从 1.29 那现在也降到 0.79。 确实摊开统计数字，参与贷款计划的青农年年增加，从2016年起到今年几乎变成3倍，总金额来到 9.2 亿元。如果不买地也可以用租的。我们在各农会都有一个叫做农地银行，有农地要出租的，然后他就会去把这样的讯息公告，然后也就是有意愿的你就可以上网来。拿到土地只是第一步，但做不下去的大有人在。农委会统计，过去两年辅导专案，大约有2%的青年已经离开农村，还欠下一屁股债。因为现代农业除了种植，更注重的是经营管理、行销，资本跟技术的门槛相对比较高，那也要需要有经营的能力的，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青农当作一个事业，他不是领薪水，他是一个老板，他要有负担风险的能力。青农要认知到自己不是一个员工，而是老板，尽可能去学习。像农委会官网也有挂上成功案例以及行销方案建议、青农通路介绍等等。不过专家说，政府还可以做更多。其实农作物的保险其他国家、先进国家其实进行了几十年了。建议仿效国外推动农家所得保险，也就是说务农可能因为天灾或销售所得比起过去低太多，就能启动保险机制，避免青农收入暴跌。要解决台湾农业老化，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，还要留下他们。青年除了要认清自己的陶给身份，也需要政府营造务农的友善环境。突发中心综合报道。